小黄这个显眼包是有多搞笑啊，不愧是三只羊蜂王，大小羊都被整齐了。不好意思，我这个徒弟啊不懂事啊，今年那这里有这里里面有问题啊，他这个看起来没问题啊，他其实他的年龄大概有五岁左右啊，那童心童心。哎，什么东西？别什么东西，刚才有一个小熊猫怎么搞的？没有啊。哎呀妈，我这怎么熊猫了，兄弟们？哦，特效！哎呀，我说什么？谁拿个熊猫过来给我在后面了？今日开场舞，黄董又差点把直播间搞疯掉。出来！不要把屁股对着这跳！再一次，再一次！师傅，那我不能转，我什么时候转？你可以转过来慢慢走吧，没事的。喂，哎呀，小红，你这你可以这样，哎，直接这样走出去。快道歉，快道歉。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个我这个徒弟啊，不懂事啊，今年这个有这里里面有问题啊，他这个看起来没问题啊，他其实他的年龄大概有五岁左右。好家伙！就在刚刚。WBO 拳王张志磊做客小杨哥直播间，全程笑点，让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赶紧走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现任 WBO 重量级拳王、亚洲之星、中文超张志磊。Oh Jordan, Hulk collection play is never end。哇哦！好怎么个事？跟了骗我五个字，什么意思？怎么个事？来看看模特。哇 ！Ready go！ 你们好，先问你们。OK， 开始。OK。咋呀？说我猴是吧？哎，犯规！不能讲，出局不讲。就在刚刚 ，WBO 拳王张志磊做客小杨哥直播间，全程笑点，让我们看看怎么个事儿。赶紧走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现任 WBO 重量级拳王、亚洲之星、中文超张志磊。Oh Jordan, Hulk collection play is never end。哇哦！好，快点，全场打了。这是三级上的重量级拳击手。重量级。WBO 什么 CC 冠军？等一下，你讲的就是他。对。我们不要怎么了？瞧不起吗？买量有没有信心？气死！你刚刚那气死了！下回给你罚两万。啊！气死了！我看怎么事？我看这，这看怎么事？我看怎么个事？什么事？怎么个事？骗了骗我五个字。怎么个事？来看这模特。哇！你干！不行，下回给你吧。OK， 开始。OK。咋呀？说我猴是吧？哎，犯规！不能讲，出局不讲。三只羊新主播图格子，首场直播被小杨哥说不专业，随后专业奖品后，小杨哥听得目瞪口呆，啪啪打脸，直呼专业牛掰。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图格子。而实话实说，我有啥说啥，我没有看过你直播，但是我底下负责人就说了，
对你的评价非常高啊，说你非常专业，非常优秀，潜力非常大。但是我现在来到这儿，我站在这儿站了个几分钟了，我感觉也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的这个专业啊，老妹儿，我也挺腼腆的呀。这么多人认可你，这么多人说你专业，你得让我感受一下呀，老妹儿。卖一个，这么直接吗？卖，拿双鞋吧。这样吧，那我们就一起感受一下，好吧？我看看你这个有多专业。卖个，我感觉他很腼腆，真很腼腆，有没有？他说话他都说不清楚了，他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这个鞋子，中国乔丹的。我先跟大家讲，买鞋第一点买什么？买鞋垫。这个鞋垫我刚刚去给你们穿，包括我说我上播之前我穿这个鞋已经走了很久了。我跟你们讲，整个鞋垫是全生胶灌溉式大垫。这个鞋垫你们拿过去可以直接看一下，它是整个一体成型的，它不会像别人家就是那种成本比较低的鞋底是给你用泡沫的，然后大底再给你贴生胶，就一小片给你做防滑耐磨。所以生胶大底它有一个特点，什么？防滑耐磨，易折，柔软，而且不容易断。所以今天直播间宝贝，这个鞋垫你穿着完全没有问题。第二点，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鞋面，整个鞋面是皮革材质的，而且上面全部是有脉冲式透气孔，这个正好是秋冬天穿的高光鞋，像不管是南方北方，你穿这个鞋过冬没有问题。来，我的妈，这好多我以前不知道的，我以后卖鞋能不能去我直播间帮我介绍一下？行啊。再来个衣服。今天是衣服裤的全都有，我身上还有条裤脚裤，都是一个材质的。第一点，我先给你们讲面料好不好？因为你们买衣服肯定第一点一定要看面料的。这衣服穿在身上舒不舒服？我里面穿的是短袖，直接贴皮肤穿，没有任何一点皱膜感，没错，没有一丁点扎皮肤的感觉。这个面料两面全部是1000的聚酯纤维的，而且宝贝，而且兄弟们，我跟你们讲，你们不要觉得所有东西，外套也好，衣服也好，贴上它一定是棉花的好。棉花这个东西它只吸湿，它不排汗。你自己买的 T 恤，你没有发现洗完之后是不是很难干，很难晾干的？但是这个面料不一样，它吸湿而且排汗。啊，这个就叫专业。还有提升空间吗？这还有哪需要提升？这个，哎呀，我的妈呀，太牛逼了！啊，我来，谢谢，专业。兄弟们纷纷刷屏加工资。兄弟，你不用提什么加工资了，我跟你说啊，那必须得是骨干级的人物，是不是兄弟们？那加工资都是次要的，兄弟。牛掰！你们俩平常多少次啊？小杨哥这是怎么了？一上来就问这种虎狼之词，随后的操作更是把卓诗琳姐妹都给吓坏了。师傅，你拿太多了，三个。我这是为了你好。喂，我。来，不是，师傅，下面写的是两颗的。不用吃了，太恐怖了！你怎么会心疼他的么好的？我心疼我，他穿也吃，进来。他吃你家的，你我们在。哦，他老婆在深圳。你们那别吃。这才是小黄被吓一跳的真实反应吧？我操！小黄呢？我操，他下来了！小杨哥明着叫徒弟们测试产品，实则憋着一肚子坏水。来，感觉怎么样？哇，暖暖的，热敏啊！我跟你说啊，对，兄弟们啊，好，让小杨哥马上开播，甩100万人过来。喂。你怎么又被封了？怎么回事？啊，他是提示限流，我自己下的。又限流？我现在在七老板直播间，来，你重新说一遍，你到底是被封号了还是自己下的？自己下的，被封号。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被封多长时间？被封10分钟。你刚才不是说是自己下的吗？妈妈说我太性感了，我也不知道我哪性感了。官方说你穿太性感了。对，说我性感，诱惑到兄弟们了。诱惑到兄弟们了。对，来，你再上来。来，然而就在带货完娇润泉洗面奶后，小黄一身性感穿搭来到七老板直播间，没想到师徒俩的对话把七老板逗得捧腹大笑。娇润泉的洁面植物和氨基酸的双重复配，包括他们用的表活都不是那种普通的清洁剂的表活，用的都是那种对皮肤就是刺激性很小的油痘肌、干敏皮、孕妈妈、青少年，包括各种特殊肤质全部可以使用。而且它是那种油痘肌和干敏皮用完都很舒服的。这个数据真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调研的，是兄弟们真实反馈我们反馈出来的。80%的油痘肌选择了二次回购，70%的干敏皮回购。油痘肌有种你洗完澡之后出来的感觉，然后干敏皮洗完完全不拔干不紧绷，所以这个你就记住，它是一支放在你家洗漱台上男女老少都可以去用的洁面。你只要过了12岁，你想找一支洁面你用它就完事了。我说它是200支内洁面的天花板，79一支，我们直播间2支69块钱，一号链接。 Later。 那能不违规吗？你看底下都比上面大了，能不违规吗？你那个都不正常，它能不疯吗？那不就属于你感觉不自然而然的把这个顶多大诱惑人吗？来，你再看你后面，来你看你瞅瞅你那勒的，那内裤都勒出一个，勒出杠了，马上杠都勒出来了，那肯定会封你，你知道不？这东西你穿不了，咱们就不穿。实话实说，你穿起来很美，很美，我的妈！那牙上还有个菜，你回头取一下啊。